Mata!約束の金を払えない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だい。当然だ。どれだけの被害が出たと思っている？警備30名が負傷、被害総額は2000万ガルド以上だぞ。知らないね。警備が間抜けだからな。賊は貴様が目的だと言っているが。明朝、風の骨の処刑を執行する。 そこで蹴りをつけろ。報酬の件はそれからだ。どうやって棟梁を追い出す？それを考えるのが貴様の仕事だ。<笑>元仲間、いくらでも連絡の方法はあるだろう。分かったよ。 哦，平魔，这时候就来了，<笑>完全崩坏。原来到后面会有那么多 DLC 哦，就是他自己有的，就游戏里面的，而他不是用买的，他是游戏里面就有的。下赢敌人先赢半，对吧？ 哇，哎、欸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哦，是狗尾巴，然后腮红，好妖精耳，眼袋，<笑>这太中二了吧！ 好啦，再让我用一下就好，再一次就好。现在去追那个城之内啊，要追城之内。这是非 DLC 的服装，没错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拿到的、欸，就是在路上捡的，路上捡就有。 想要找到城之内啊，有点难了。<笑>城之内好，哦，知道那张图片，超崩的。我觉得他在东部，城之内探索。罗杰去救他的团员了，因为团员被诬陷，被抓起来。嗯，都不在这里，会不会在外面呢、啊？我去看看啊。泳装是 DLC， 我记得还没有卖。 因为泳装感觉就很好卖，就是在商业的立场来说，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。
哇，对决城之内，哇，被抓起来打了。那城之内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啊？やっと会えたね、ルナール。ええ、あんたのお膳立て通りにね。助かったよ。さすがに牢の中じゃ手が出せなかったから。面倒くさいと思ったが気が変わった。やっぱりこの手で殺してやるよ。棟梁、ダメだ、逃げろ。どうしてボロボロじゃねえか。悪いな、その子が死ぬと悲しむ奴がいる。こいつは任せろ。ロゼはみんなを。ごめん、すぐ合流するから。どうすか。こいつ任せろ。油断すんな。这是比较不怕风属，所以我们来切换一下属性。哇，队友要挂，队友要挂。觉得这里还是变神异化会比较好打一点，不然没办法。哇，这次真的是小 boss 吗？感觉也超难打哎、欸。哇，没有人帮我挡施法。哦，罗杰救到了伙伴了，应该 OK 的。助かった。さっきの俺、いけるのか？つけるよ。身内の不始末は。うるせえ！ハクリタリジソは攻撃力が高い。孙心修来，哎，现在决战地点在那个台上，
都不会有人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半夜三星在吵什么东西啊？吵死人了。是雷，哇，连个小王的喵一都把我秒了，没有呢。私の仕事眠りよ、こねたれざけんじゃねえ、安らぎもクソもあるか。カッコつけようが人殺しだ、ただの。分かったよ、家族ごっこの建前のくせに。だったら君のだよ。
好，看来城之内的事件是结束了，之后应该就没有他的戏份了。ハイランド軍の陣地にアリシャさんもいるんでしょうか？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て苦しんでるだろうな。馬鹿正直だものね。誰かさんと同じで。好了，决定把那个服装换回来，第二轮再来搞这些，有的正常一点啊，正常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可是用腮红感觉不错哎，你觉得吗？用脸红感觉不错。队伍里面没有正常人啊。所以现在不管罗杰了，然后要去海兰那边，就是阿丽霞他们国家的那个阵地。所以现在剧情感觉已经进行到蛮后期了哦，虽然第二密钥一还没拿到。萝莉狗尾巴，米库利要怕狗哎，又是你买地图的。DLC 有几件呢？很多。22号的是那个 EVA 的，就是 EVA 的服装，还有偶像大师，还有那个弑神者2这几个。然后还有泳装的学员风的这几个。阿丽霞，你也忘了。哒哒哒哒哒。最下の剣士を撃つためのものだったのか。そのためっつうか、魔王坊と結びついたヘルの野郎には効くかもってことだろうな。ザビーダはそうとして、これをスレイにバレちまったか。なんて言えればかっこいいんだがな。言ったろ、なんとなくだって。さすがの俺様も予知能力はねえし。そもそもこれは何なんだ。ザビーダはどうやって手に入れたんだ。たまたま拾った。何かは忘れた。厳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。それで偶然だと言い張るのは。信じる信じないは勝手だが、案外そんなもんだぜ。世の中ってやつは。わかった。これ以上は聞かない。ただ、意志が偶然を引き寄せることもある。それをこう呼ぶんだろうさ。宿命ってな。宿命。何にせよ、そいつはもうお前のもんだ。どう使うかもお前次第。引き金を引いた結果が偶然か宿命かも俺次第か。现在不确定能不能移动最好是可以哦。不行我就打你。可以耶，哇，获胜，好吧，就从感觉去圣堂比较好。几个小时哦，我来跨界，28小时54分钟，28，20，迷路了，几小时啊？7小时啊？迷路传奇 ，TOM。TOM， 周囲に何かありそうだぞ。现在要去贵族街找阿丽莎，100%。没有，是去战场的阵地，也就是从旁边过去。所以他我们要去的是平地的右边。啊，又走错了。
那个盆地是在我的跨界，那个盆地的右边。好，盆地的右边。完全走错了，蛮意外可以移动的。盆地的右边，还说盆地可以直接走，最好是可以哦。说好的盆地呢？没有盆地。这个丘陵，我记得丘陵过去西方就是盆地啊。森林，丘陵。剧情会很短吗？不会，其实拖的都是那个收集同时的任务啊，收集同时的真的太拖了。一个同时，两个同时，三个同时，四个同时，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、三四、十五、十六，收集完十六个同时之后，才有主线任务，才有主线任务啊。一个同时，两个同时，三个同时，四个同时，五个同时，六个同时，七个同时，八个同时，九个同时。先存个档好了。可是收集同时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那个，过去的记忆，所以不算差，不算差。同时不错啊。